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嚟到天狼美食呢个频道，我系杜师傅。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就系 S.O 酱炒萝卜糕。材料：蒸好嘅萝卜糕，放冰箱一个晚上，然后切方块，400克，洋葱60克，葱段40克，芽菜70克，盐、油、生抽、胡椒粉、S.O 酱。各適量。將蘿蔔糕煎香，爆香各材料，然後匯入一起。调味炒均匀即可，野味可口，十分百搭。洋葱香，芽菜爽，酱料野味香浓。如有兴趣萝卜糕嘅制法，请关注视频结尾嘅推荐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